好，接下来就换各位来做练习。好，水银温度计混合刻度 A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明天做实验要做的事情。几公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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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公分来换算。好，请问你，沸水就是100度嘛？沸水100度，冰水就是0度嘛？零度系的刻度 A。然后呢，沸点的刻度 B， 两个相差16公分，请问你呢，如果差4公分，它是几度？还有几度 ？OK 吗？好，我们找几位，一号、12号 ，and 33号，上来。快点！天黑了，世界末日了！小心！说了，那个零度 C 到100度 C 是16公分，那你离4公分是几度？很简单，很容易。不会啊，不会，我一做，不会就麻烦了。这一小段就是考温标的换算啊，这一小段就是考温标的换算而已啊。啊，全部是16公分，我离4公分是几度？不是，你们的做法不是我教你的做法，不过也可以。全部16公分，我有4公分，4公分10公分多少？四分之一，对吧？四分之一，所以它的比例就是四分之一。那全部100，所以怎么办？乘四分之一，变成多少？25。不然你写除以式，你知道你除什么来的吗？你知道除你的除以式在除什么？除这个四公分吗？不是除这个四公分，是乘四分之一。为什么四分之一？因为全部16公分，全部有16公分啊！我占了四公分，所以16分之4。OK， 好，那如果按照我的教法，就是比例相同，全部100减零，我有 S 减零，全部有16减零，16公分，我有4减零，4公分，比例相同，往里面塞下去。做计算，答案就是25度，答案选出一样来的。好，所教的比例相同的做法，就是我们第一个温标换算的练习01。